我甲即届为着这個新药开真侪钱来投资，若是讲代理权无客着，损失会非常的严重。咱的目标是迄个竞争对手，伊才是关键的人物。只要会当找到曾教授，想要抢救的这个人的证件，我就会当查到伊的身份了。表嫂，你在哪家？那是会当为柯小雪手头抢到这新药的代理权，这当中的利润啊，你的朋友会当吃到吧？咱家己买当啉到一挂汤啊！我甲即届为着这個新药开真侪钱来投资，若是讲代理权无客着，损失会非常的严重。你敢当给我一个机会，敢毋当跟我讲对方到底提出什么条件，让你这么动心？啊，不过杜成不是好人，我无想要跟他合作。我袂让你向杜成安淡头啦，咱的目标是迄个竞争对手，伊才是关键的人物。你有通袂记得哦，伊个针头哦，在我的手内啦，一片院长投资，是我一时糊涂，所以我才受你的威胁。啊！不过亚纯这件代志，我不可能配合你。你若再跟亚纯搞搞停，我就不顾一切，自己烧几啊台电去。你无需要去验 DNA， 确定讲你到底是不是前面女人的后生啊？妹，啊无我是要哪件事先了解好清楚。杜翔安，少翔要去见前面女人，你一定要抢在伊的头前，绝对袂当让伊晓得咱两个人的关系。我会搁再向对方协调，你是不是有发作的机会？我只敢来当用三天的时间去说服对方。那是会当为柯小雪手头抢到这新药的代理权，这当中的利润啊，你的朋友会当吃到吧？咱家己买当啉到一挂汤啊！只要会当找到曾教授想要抢救的这个人的证件，我就会当查到伊的身份了。表嫂，你在哪家？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